这个时候，他们最需要我们的照顾。我们听到你的声音。
铁之风速极寒，那是见我早该，等我赶快。小孩子的把戏。 阴影的时候到了，我要臭你！
我屌你来参观校园的吗？来参观校园的吗？瞄准天空，我们的秘密启动了。施暴
我们的冰霜天赋保护了我们。这有违我们的理念。猜猜我是谁？出阴影的时候到了，那是见我早该等得我赶快刚出炉，小孩子的把戏真不错。
惊人的发现！那是剑王的脑袋，速度我赶快！小孩子的把戏。一丝啊，这个一点啊，那个赞，就是安尼。我们的秘密。那是剑王脑袋，速度我赶快！我们谋划已久，现在要行动了。找出来，抓到你了。